随着气温逐渐升高，又到了全台用电量的高峰季节。减少用电量不只是一般家庭所追求，更是许多场馆机构相当重视的一环。基隆海客馆透过了与台达电子文教基金合作，使用 Green Bin 建筑为气候资料库，成为了节能减碳的受惠者。它的当的这个效益，你可以想象 10% 都多少， 20% 是多少，就是好几百万，是百万不是十万而已。其实很感谢台达电文教基金会跟气象局能够愿意把这么好的一个节能省电的一个措施啊，能够示范在我们的园区。有了海科馆相当卓越的节能减碳成果，台达电子文教基金会希望能够持续往住商建筑领域来推广。 Green Bin 将有13个气象资料测站倍增到26个，涵盖全台，更方便建筑师设计应用。全台湾26个气象站的资讯供给建筑师来使用，让建筑师能够掌握到更精准的气象资讯，因地制宜的来设计出节能的绿建筑。从大学教授的使用，从各个不同的大的建设公司、建筑业者，他们的回馈呢都是非常正向的，既准确又好用。有了 Green Bin 的设置，让台湾能够生活得更聪明、更环保，不但能够减少用电、爱护地球，更能够为大家节省荷包，达到双赢的目标。台达电视综合报道。